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与工业4.0导论这门课。我们这个部分是单元6，工业4.0与感测器实作练习的第五个小单元。我们要为各位同学介绍另一块开发板 LinkedIn One，并且利用这个开发板来做温度的量测。那投影片上所显示的就是 LinkedIn One 这块开发板。它是联发科跟 C Studio 针对物联网所设计的开发板，OK，那它的 I/O 是与 Arduino 相容。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它的结构，OK，在它的左侧有耳机接口，有 Micro USB 接口，这是让我们来连电脑的。那另外有锂电池的接口，那在左下方有重置钮。那另外，它有个开关是作为 USB 和 battery 和电池的切换的开关。那在 I/O 的部分，跟 Arduino 云一样，在上方的部分是 Digital I/O 的部分。那在下方左侧，是 Power Pin 的部分，提供了3.3伏、5伏和 Ground。那它 Analog Pin，是在下方的 pin 的右侧，OK。那另外它还有两个 digital I/O 的 pin 在最下方最右边，OK。那在它的背面有三个接口，分别可以用来接 GPS 的天线，OK，还有 WiFi 的天线，还有 GSM 的天线。GSM 就是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的字头，OK。所以就是说明了说，LinkedIn One 它可以接收 GPS 的讯号，它可以透过 WiFi 做无线连接上网，OK，那它也可以透过手机的网路 GSM 来做来连到Internet 上。那它的一些配件包含了 GSM 的天线。OK，所以我们如果要用到 GSM 的功能，我们就必须接上 GSM 的天线。那它有附锂电池，OK，所以它不一定一定要连接着电脑，靠电脑来供电。它有 GPS 的天线，如果我们要接收 GPS 的讯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天线来接收。另外，它有 WiFi 的天线，OK，所以我们如果要透过 WiFi 上网的话，我们就要连接这个 WiFi 的天线。那硬体的部分介绍完，接下来我们来看软体的部分。那我们如果要建构一个 LinkedIn One 的整合开发环境 IDE 的话，那首先的话，我们要先安装的是 Arduino 的 IDE。OK，那 Arduino IDE 安装完以后，我们必须要安装 LinkedIn One 的驱动程式，让我们的电脑可以找到这个开发板。OK，那安装完毕以后，我们再来安装LinkedIn One 特有的这个程式的部分，这个我们叫 SDK。也就是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体开发工具。那最后部分我们还要更新 LinkedIn One，板子上的软体，这个我们就称之为韧体的部分。那这四个部分都做完以后，OK，我们才可以使用 LinkedIn One。那要安装 LinkedIn One 的 IDE，我们前面看到有四个步骤。那安装的细节，这个我们都可以在这个 MediaTek 的网页上找到，所以我们把网址列在这边。各位同学如果有安装上的困难的话，就可以到这个网址上去看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我们就试用一下这个 LinkedIn One，我们就用它来做环境温度的量测。OK，我们这边所使用的感测器是这一颗 DHT11，那这颗感测器也很容易在像光华商场、网络上这些可以购买得到，价格也很低廉，所以我们蛮适合我们来做一些实作的练习。那它主要可以量环境的温度、湿度等等。那它量测温度的范围在-40度到正80度 C，输入的电压3.3伏到5伏。那接线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感测器上的三个输出脚位连到我们的 LinkedIn One 的 I/O pin 上，OK。所以在 DAT 的部分，它输出就是 digital 讯号，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到我们 LinkedIn One digital I/O 的第八只脚上，OK。那 VCC 的部分，我们可以连到
NegateOne 的电源，我们给它一个5伏的电压。那 ground 部分我们就连到 ground，OK，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接线。好，硬体的部分接线接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程式。那我们在 NegateOne 的IDE 下面，我们可以去选到 LDHT，温湿度程式，有 LDHT sensor 这个程式，我们可以开启，并且把它烧入到我们的 NegateOne 上。那执行的时候，我们按 IDE 视窗右上角的放大镜，我们就可以开启这个 Serial Monitor，那让程式执行。程式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Serial Monitor 序列负的监控视窗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程式将温度输出。那以我们这个例子的话，我们输出的温度的话是摄氏22度，相当于华氏的71.6度。那我们这个小单元介绍了我们的另外一块开发板 NegateOne。OK，除了它的架构以外，另外我们也介绍它的软体的安装方式，以及我们使用它来做一个温度的量测，来让我们熟悉这个开发板的使用的情况。那在下一个小单元，我们会为各位同学介绍如何来建构一个云端的平台，来将 NegateOne 上所接收到的资料传递到这个云端平台上。那这个小单元我们就为各位同学介绍到这边，谢谢。